生年的话，体验倒是最多。现在已经到电视台了。蓝色的美瞳，嗯，5分钟过后就要去录制了，彩排结束，然后等粉丝进场过后就开始录制了。打卡结束。安娜，마지막할게이건뭔가좋아요어아닌가요좋아요형되게좋네요重新准备完过后然后过一会儿那个开始前的采访然后就开始直播了做的怎么样等会先올라가요变装完毕他们今天会变成改变料这个是下个星期才出来的视频啊，但这个 vlog 出来的时候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哎，今天结束了，转场。凌晨11:12，然后现在刚录完 FM， 然后准备要录孙悟空。然后今天现场来了特别多的中国粉丝，哇，棒棒的，换衣服去了，拜拜。